我们解冻了1、2、3、4、5、613个胚胎，有4个很好，已经孵化好。我们就只因为你没有切片，我们放4个。那这3个是囊胚就冷冻起来，那有6个是停顿了就不冷冻了哈。所以这3个冷冻，这是4个。这里写一个4，这个乖乖躺在这里不要动。这个是胚胎，这是子宫，这是胚胎，在这里面1.31公分。刚刚台湾的南投正中央。位置好，子宫内膜厚度也够。那胚胎唯一不确定就是染色体到底有几个正常，如果一胞胎一个就正常就一胞胎，两个正常就两胞胎。我们希望这一次能够你给没有3、2、1这个还行哈，3胞胎双胞胎就好了，不要4胞胎哈。好，这里成功。